张，因为我们台湾比较小，所以呢，其实自己开车呢还勉强可以。可是你看，像从北京啊，如果我要去云南，你开车要开几天？我们来问一下现场好了，你们有坐到那种最长坐久坐超坐火车有超过两天以上的吗？超过两天的，两天的举手。超过三天的举手。超过四天的举手。超过五天的举手。你从哪边坐哪边到五天？好，直接好，他完全疯狂了。他问你坐多久？因为我的带团是从深圳坐到乌鲁木齐。深圳到乌鲁木齐需不需要转车？不用啊，不用。总共坐多久？六天，七天六夜。你中间有下车去观光吗？没有，还有有有。哦，吓我一跳，不然我想说谁要参加这个？对啊，我在火车上就七天了，要命了！根本就啥也没玩到，你要知道，他讲的还是单趟。就去七天哦，那回来不就四天？没有，回来就是飞机回来，不可能回来还这样。哦，回来再回来死人呐、啊！我还有人要参加这个团吗？难招。波波呢？我是从我们万州坐到新疆这样，万州在哪里？是重庆，重庆坐到新疆这样子，嗯，有差不多。